到是苗栗三义的木雕王国。哎，木雕王国，应该不是真的火车站，这边都是木雕的吧？好的，各位观众，说到这个圣心火车站，可是很厉害的哦。这里的每根标柱完全没有使用钉子哦，而且它是台湾纵贯铁路海拔最高的，有402.326公尺，你懂了吧？来来来来来，我来告诉大家，既然大家不懂，我来跟大家讲，圣心火车站完全是一个二级古迹，也是我们的全部都是用木造，日据时代到现在。这边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？哦，好玩的地方绝对是很多啦。那我想说，我们是从圣心火车站出发，然后我们待会呢，我们会来到我们水美商圈，商圈里面有很多雕刻啦，还有我们最主要还有这个伴手礼啦，那还有我们的什么呢？客家菜，哇，大家最喜欢的，对不对？那听完真是迫不及待要一起去商圈购。先别急着出发逛商圈，可以先来去停驶的圣心火车站里头散散步。接着再来去逛逛著名的木雕街，你可以在很有艺术氛围的街上好好玩耍哦。我跟美珍玩着玩着，哇，被一尊尊木雕的佛像给震慑住。哇，你看啊，美珍，这里好多佛像哦。哇，真的，可是我都不认识哎。不认识哦。不认识没关系，我带你们看，这里主要多雕佛像。佛像哦。雕这个佛像出口日本造的，啊，有各式各样。除了佛像之外，因为我想做博物馆的关系，所以还有奇木的各式各样的雕刻，还有艺术创作品。我刚刚有注意到他们的表情都好传神哦。这个是那个 Q 版的财神，还有那个是正统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财神。那可以带我们进去逛逛吗？ OK OK， 来好好好来来来来。这间木雕博物馆记录老板50年来的雕刻作品哦，看得我们目不转睛。接着我们又逛到另外一家木雕店，发现有一把木雕琴，哎，上前要来给他弹个几下，哎，才发现重得不得了，原来这是用石头雕刻出来放茶具的茶盘啦，而且老板还搬出曾经得过全省美展金牌奖的茶盘，实在是好厉害啊。街岂止这样就给他逛完了，我跟美珍又被另外一家店给吸引进去。我很少看到雕刻店里面人家直接在雕刻，哎，对啊，这边是商店街啦，所以办公作室比较少，一般是店内。那我本身是木雕师，所以我把它当店内当工作室。哇，那为什么它是躺着？你是立着坐？我这个是立体的作品。啊，因为站着坐比较方便，然后他那个是因为他是壁挂，是平面，这是我儿子。哦，你的这个怎么做啊？啊，我这个，就是我爸爸刚刚有说，就是这个是吊，就是吊壁的，所以我是用横的，所以要背面是平的，平的，对，就是很大，所以这块木头本身就没有那么大，对，所以做平面会比较实。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现场的雕刻，师傅的创作真的是让我们惊叹连连，一问之下才知道老师可是国家公益奖的得主哦，还是三义木雕街第一家获得公益之家的受证店家。哎，真的，这里还有一间木雕店呢，来逛一逛吧。老板原本是做木雕的，但是他自己也很喜欢吃马吉，所以他后来就到日本去学习怎么做马吉。哇，还有果冻哎，这造型很特别哦。对，我们果冻很特别，它的造型是桐花的，而且里面吃得到野果，不甜不腻，很好吃哦。美珍，
行哎，你不知道啊？那你平常三三八八呢？你怎么说会小提琴的哎？他的小提琴是我教的，小丑老师教的。那你在哪里学的？哈哈，这是小木偶的店啊。小木偶，哎、欸，老师，这个小木偶它的特色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会动哦，会动哦，会动，它是用相思这样动去衔接的。我们把不要的、废弃的东西的树枝来做这个小木偶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现在看到可爱的小木偶。金钩嘴，金钩嘴，有公主、乐手，还有各式各样动物造型的小木偶。嗯，够了吧？会变木头人了，嗯、超棒哦！那既然来到三义，我当然要带你去吃很有特色的料理哦。这是这一间。来，四阿妹，来吃客家菜哦。嗯，走。广东菜啊？不是。哦，不是哦，我们这个是三义的道地的客家料理哦。哎，欢迎。进来品尝看看喽。好，美珍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客家料理的招牌哦，这个叫客家小炒。客家小炒。嗯，够干呢。没有够干。不是哦，啊，看清楚哦，它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好料哦。哦。还有像芹菜啊，哎，还有肉啊，哎，还有哎，还有这一盘我们客家的经典之一，这是我们客家风肉。你看它的，哎，它这是我们用本地的黑猪肉饲养的，哎呀，看它的胶质，这个胶质饼，哇，端端的。对，还有这一盘，它不是一盘普通的鸡肉哦，嗯，哎，它是从小就是玉米长大的哦，看它的皮，所以它的皮比较黄哎，哎，来吃一个，来吃一个，是要摸一下后身毛，真的好吃，吃饱饭很满足，我们来到三义著名的龙腾断桥来欣赏美景喽。哇！你叫我干嘛？我把木头直接掉一滴在我脑子里面啊。那你还有什么把三义的东西记在你的脑子里面呢？哦，还有我跟着我们去买麻鸡啊，带回家，对，做我们的丽妹。